北投医院的一个感谢状哈。首先，我们请我们单位的复健中心负责人廖沙利负责人哈。那我们要颁给寻德慈善会。我们先请颁发给台快乐爱心义工队。啊，好。哎，我们先由快乐爱心义工队由文慧来。我们再请到台湾寻德慈善会的雪娇洪小姐来接分受这份荣誉，我们欢迎洪小姐。我们也请复健中心负责人廖沙利负责人，请大家掌声鼓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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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个廖主持人，廖负责人，还有那个王副理事，还有副理长，在场的家属，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表演好。我们的表演哈，刚讲的，虽然不是专业，但是他们都是挪出很有限的上班呐、煮饭煮菜之余啊，来练习啊，就是也得到各位的。好，我们是寻德慈善会。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三军走院的我们的座谈会，那希望今天的表演能够带给大家呢能够很愉悦的一天，然后呢那个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有新的开始，那我们刚刚发一点小红包，那希望这红包不是省来用的，是希望让我们吃在心，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谢谢大家，谢谢。对啊，每年都越来越精彩，一年比一年棒，所以说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快乐爱心义工队，还有我们的台湾寻德慈善会那因为他们无私的一个表演因为他们这个都不记仇了，都要花他们的时间，一般人不会做到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也希望明年可以继续欣赏这么精彩的一个表演，好，谢谢。郭君彦也跟我们的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做结合，所以将来呢也有机会呢能够到三军去，也一样做这一方面模式的精彩表演。那最后呢，我们也祝福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开始能够新的一年行大运，也祝福每一个能够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圆满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明年见，拜拜，谢谢亲爱的病友啊，还有家属。